大家好，那今天的话，我要来拍一个影片哈，就是制作这个道理的设计图哈，然后并且做出来后呢，来比较一下它跟其他的马差别在哪里。哦，主要是想要做一些比较，不要是都是战报的影片呢，不过还是以战报为主，只是大家有不同的东西哦。对，那道理的设计图的话，主要它是需要有25个强化石跟这个设计图哦。对，然后加这个四个的赤眼马就可以做出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只是长得帅而已哦，他。威加55，物理攻击加一哦。那物理攻击加一，看一下哦。是物理伤害，所以是赤兔马。看一下有没有一级的赤兔马。那比较了一下后，这个物理攻击是加一哈，那这个物理伤害是加二哈，威都是加55。这个赤兔马物理攻击是加5，所以其实道理。一级加的威都是一样哦，那所以赤兔马一级的时候加的物理攻击是加1%，所以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要不要做就看大家了，对，所以数值是一样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因为我以前的时候都没有去把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怎么讲，这些马的设计图哦，马啦甲的设计图做出来，所以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大家看自己再斟酌看看要不要做出这些东西哦。它跟赤兔马的数值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就做这个影片哦，就到这边。之后再做看看有没有那种名甲的影片好了。OK， 好，那谢谢大家的观看。